女作家广东话 sell 台湾。摁晒脚咧，想睇佢哋现场表演，有机会啦！10月29日和30日，香港文化中心会举行香港海洋音乐祭，请到两岸三地嘅歌手，除咗 Skaro K， 仲有台湾歌手魏如萱。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，我实在不想轻易让眼泪流下，全心感觉为你影响，当然不少得香港的唐兴会啦，今热闹其实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搞的2011台湾月，节目很丰富的，由他们同你讲台湾文学和电影。讲起我母亲我就想哭，更加有台湾文学电影看。台湾这么多好东西吃，怎可以不说呢？由他们跟你讲下两岸四地的美食。节目这么丰富，昨天他就很落力销了，但是而且我还会说广东话，他问我说你会说什么，我说我就会说左边的车门就会打开。他是台湾著名作家，闪电做了中心驻港主任。如果是以两岸的关系跟台港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些年来最好的时候。其实从我们，他说自己不懂政治，希望能够连接到两岸四地联系。